你本来不饿，刚吃酸辣粉，你等会儿就饿了。拉上醋都是小伙伴。拉眼缘，紫砂不溜碗。这是灵魂，真不错。我们现在家里来生吃一下三文鱼，古说叫鱼块，刚才是一个十足人家的酸辣粉，他家经典酸辣粉，超爱，来别吃，十足人哦，十足人，十足人，每次说十足人，帮人说十人足，蒜香蒜香，这好开胃啊，小小的居居，大大的能量，来一口，哦，他这个真的酸辣麻贼过瘾，要不说十足人最爱吃什么，一定是他家酸辣粉。嗯，你本来不饿，刚才吃酸辣粉，你等会儿就饿了，心里低头了是不是？不拿酸辣粉带点麻，吃完这碗，呜、嗯，生吃鱼是从中国传出去的，最早是中国人先生吃鱼的，那里面卷了一点点小菜，这看是不是很少，肥肥嫩嫩的三文鱼？嗯。一点都不腻，现在这个时期是可以生吃的，只要你在正规渠道去购买正规商品都没有问题，咱也不可能天天生吃鱼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肉好多啊，嗯，哎，酸辣粉没把我辣哭，被芥末辣哭了，嗯，很爽啊，来一口厚切三文鱼。吃个酸辣粉解解寂寞的吧，嗯，你们吃酸辣粉醋一定要最后放，一下给你那个味儿就激出来了，给老铁们吃个三文鱼，少点点辣死了，嗯，好吃，肥美鲜甜的，三口一条三文鱼。二哥想法，鱼是我的，我想怎么吃怎么吃。也不错，还是酸辣麻，很过瘾。嗯，嗯，嗯，那花椒呢？还真的麻，那粉是非油连红薯粉，这叫啥？给它的，挺好吃。哎，马上秋冬了，还在家里，想吃的话，五分钟就泡好了。汤汤水水的，暖暖和和的，酸酸辣辣的，麻麻的，配料最丰富，是不是？嗯，我喜欢这个锅，这个锅每次可以让我吃三碗。来回汤，送走送走，汤在浓郁。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喜欢小伙伴记得点赞，我们下期见。母豹子好久不见，真的，蛮子蛮有。
跟那个牛蛙有点像，但是它味道完全不一样。就是雪蛤吃的就是里面的籽和油。那这有一根这个就不吃，有点苦。这个油的感觉口感有点像那个螃蟹的工蟹膏。扒好的，请把那个视频分享给你的范大姐，让她给你一起流口水。今天来吃一家烧烤哈，它的牛肉是哥们老子儿给你，那不是我的最爱吗？走起！你们看那个酱爆牛肉，这是新鲜现串的哦。它那个牛肉哈是先烤，然后再裹上折耳根的蘸料，然后再烤，再撒上秘制的辣椒面，真的好香啊！那个吃起。这都是新鲜现串的，而且它那个五花肉坨坨真的让我好惊艳哟！它那个快卷串的牛肉串哈，裹上那个折耳根，哇、哦，真的爱了爱了爱了！等等我慢慢吃，收菜。螃蟹。